大家好，山里这个山竹笋长出来了，今天趁着五一放假，去搞一杯。快看，我就在这里等啊。哎呀，不行家，你是跟我叫？我是接孙子呀。也没在。没在。没在。你也好大。搞不对。都活了是吧？活的。啊，那还搞得还。嗯。我就看看有没。不抢，没到滑是吧？现在进入这个山里面呢。妈妈，我还是挺好的。我在等。行啊，看这根。哇，好大呀！漂亮吧？漂亮。哎呀，特别粗壮，山竹，特别舒服。姐姐快好粗。去伸几根行吗？好闷吧？嗯。也根不错。爸爸，你看蝶根，你看，哇，好粗，估计得十两斤。啦啦啦啦啦啦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这根刚刚出头，那个锄头挖才好，再过几天就老了。不用一耙，哎，点点更得劲。哎呀，你就把背弄变来吧。嗯。你好土妈妈。嗯。你真的好土。别的。就挺牛的，嗯，竹子上，哇，这是家里捡的，大姐。嘿嘿，那我们都是，我捡的都是特别粗壮的。粗不粗？你看，它又粗又高。太高了就不要了，太老了就不要了。嗯。嗯。我们只要嫩的、粗的啊。嗯，木杆太小的，不要的。啊，把这个处理一下，是不是特别粗？哎呦！哎呦！别动地方！哎呀，太大！哇！哎呀！有点像金竹笋，有点像金竹笋，是不是？嗯。在这个石头缝里面，来，加油！哎，哇，没带个锄头，哎呦，这么粗！这里有几根？哎，那里还有几根？哇，这根好大！你从这里过，你都不去啊？把我们砍到呗！没砍到啊？这么大点，给你们砍到啊？哼！里头还有一根呢。你看。好，小的我们还没要，主要就要这些粗壮的。给，像这笋子都被我咬的，没别的。这下面还有一些小的，还要过几天。再过几天再搞。走，继续向前走。继续，继续行审。哎呦呦呦呦！走走走走，去那边还找一些。这样搞得过瘾喽，过不过瘾呢？我想过瘾就是有点吃人。嗯，这几根放下来，这些就显得有点小喽。走，继续，我们搞完这个背篓就回去，好不好？嗯，好。回去吃中饭。真不错，不止一根呢，我也还有。这有点热，到中午了。
我们也差不多搞了一背篓了，回去吧，青瑶。嗯。嗯，回去吃中饭。吃中饭了再来搞。还能呀？嗯。好。真空背篓呢？哎呀！别的没事，别回去。今天的很扎实。要么就是你从哪里挖？嗯。